Selamat sejahtera. Apa khabar semua? Apa khabar semua? Hebat! Apa khabar semua? Yeah! How about you? Fantastic! Woo!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大家下午好。非常的好，再次的在这个成功学院再和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是 Alex Ong， 我是一个 Sharon Rose， 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高兴，再次的和大家分享爱多美公司的介绍。我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或者刚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好不容易的他找到了一份的工作，一般上在马来西亚他们的薪水大概是多少？告诉我吧。2000-2500，有没有3000？各位有，很少。我就说你的老板非常慷慨，每一个月薪水给你呢是3000，3000块一个月，那个是你的目标吗？各位，今天一个月3000块的马币，在马来西亚可以生活得好吗？各位，不可以。那什么时候你的薪水能够从3000能够起到10000元一个月？3年可以吗？不可以，不可能。6年可以吗？不能。9年可以吗？还没有9年呢，第6年你可能会被老板炒你的鱿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科技的世界，你那个老古董的思想如果不上进的话呢，老板炒掉你的鱿鱼，他再请一个新的年轻人进来，薪水还是从3000块开始。那么看来如果这样子打工的话，我们很难一个月薪水能够起到10000元，大家认同吗？各位认同。我给你两个方法，从3000块的薪水每一个月起到10000元，要不要？第一个方法是把老板的女儿娶过来。第一个方法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如果你长得很漂亮，你就嫁给你的老板吧，你就是未来的老板娘了，各位。如果这两个方法都不行的话，那怎么办？各位，那我们就来做爱多美，好不好？谢谢。今天在场的我知道有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形形色色的行业，有聪明的人，也有精明的人，也有高明的人。今天我要分享公司这个介绍，聪明的人，一听啊，一看，聪明的人看得懂，精明的人，他一看，他看得准 ，very sharp。高明的人，高手。高明的人，他一听，他一看，他看得远。朋友，你到底是聪明，还是你是精明，还是你是高明？那你不要告诉我，你这三个都不是，我只能够送你一句海南话，叫做孟港。大家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孟港吗？各位 ，stupid。那么我就准备了这个 PowerPoint， 一一的
我们马上进入了很有程序的，让你不但看得懂，还要让你看得准，更要看你看得远，好不好？掌声响起吧。太棒了。聪明的人、精明的人、高明的人，很多人都问我 Alex， 到底爱多美是一间怎样的公司？很简单，我说爱多美呢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网购的平台，也就因为它加上了奖金的播放，因此呢爱多美也是一间直销公司，爱多美也是一间传销公司。爱多美啊，它提供给我们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用到的日常用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用到的个人用品，我们爱美的女人，今天男人也爱美，我们有一系列非常棒的美容护肤的产品，我们更有一系列健康保健品，我们也有非常棒的饮品、食品，还有富人家最爱的家具。未来的生活在爱多美还有很多上百样、上千样应有尽有让您爱不释手的产品。所以呢，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消费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刷牙，每个人都要洗脸，都要洗头，都要洗澡，都要洗衣，都要做家务。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星期，我们的消费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是在大卖场，我们去消费，我们都是在百货超级市场，我们去消费。但是今天在爱多美，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爱多美的家人。在成为爱多美的家人是不用会员费的，然后你就可以换个品牌在爱多美消费。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我们只不过换一个消费的方式而已。那么今天爱多美它更提供给你的是呢，绝对的优良品质，绝对的低廉价格，这一句话就是爱多美的经营理念。那么换个品牌，换个品牌，你能够花，你本来就要在很多的超市，你原来就要花的钱。不过在爱多美换个人生啊，你在爱多美呢，你能够赚取你本来根本赚不到的钱。那通过口碑相传，消费都能致富，这一个就是爱多美。谢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我非常的兴奋。这个报道在韩国最大规模的传销的一本杂志，它是在2016年9月1号刊登出来。这本杂志说什么呢？它说爱多美呢已经稳固了在韩国的传销地位，那么经济活动的人口，每十个人里的韩国人啊，在韩国就有一个人呢是爱多美的会员。什么叫做经济活动的人口呢？他排除了军人，排除了警察，排除了坐监牢的人，排除了学生。经济活动的人口的意思就是说，超过20岁的人在韩国，他们已经出来谋生了，他们已经出来创造经济了，这个叫做经济活动人口。大家能够理解吗？各位，很好。
那么爱多美它已经不断地深入了我们生活的大众精品。韩国的统计在2016年的7月份，这个统计学说韩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呢，那个时候有2757万人，20岁以上的人呢，在经济活动的人口呢，有2727万人。就在2016年的那一年，爱多美在韩国远远已经超过了274万人，意思就是说，已经超过了韩国的经济活动人口的多少个 percent？10%、10%。那么就代表说，在韩国每10个韩国人有一个就是爱多美的人。你在韩国的大街走路的时候呢，你吃完了香蕉，你随便这样一丢，搞不好你会丢到爱多美的会员。在韩国每7个家庭里面呢，就有一个家庭的成员他是爱多美的会员，跟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代表着爱多美呢在韩国已经深入民心。那我们给公司个掌声，应该的。原来爱多美是2009年韩国开始，2010年他开发了美国，2011年开发了日本，开发了加拿大。后来的3年里面，爱多美不开放任何海外的国家。爱多美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能够在日本，能够在加拿大，我们能够立足，未来我们将能在全世界展示我们爱多美的能力，展示我们爱多美的实力。所以呢，2014年爱多美开发了台湾。爱多美开发了台湾的那个时候，轰动了整个台湾的传销界。爱多美开发台湾，而台湾是第一个讲华语的国家。2015年爱多美来到了新加坡，2016年爱多美进入了柬埔寨，2016年爱多美进入了菲律宾，2016年爱多美又开发了哪一个国家？各位，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是在去年的几月份开始啊？各位，11月。走到今天我们1年了吗？各位，还没有。爱多美马来西亚我们刚刚正在要学走路，我们还不会走路，我们还走不稳。爱多美在马来西亚潜能大吗？各位，非常的大。而且爱多美目前马来同胞开发了吗？各位，还没有。印度同胞开发了没有？还没有。这两个同胞如果一起来，爱多美在马来西亚的业绩不是今天马来西亚爱多美的业绩，爱多美这一股的力量将势不可挡。大家看到了吗？各位看到了，掌声鼓励自己，掌声鼓励爱多美马来西亚。而未来爱多美即将要开发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越南。越南有朋友吗？有，尤其是你朋友是不是？啊哈哈，我知道。各位，所以今天你要对你的越南的劳工，你要对你越南的女佣，你要对他们好一点，好不好？好，未来是你的下线，你知道吗？爱多美也即将要开发印度尼西亚。印尼大不大？哇，讲到印尼啊，单单印尼的华人的人口
它超越了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人口，印尼的华人人口大吗？各位，再加上本土的印尼的那个印尼人，这一个大肥肉，请问马来西亚的爱多美的家人，请问新加坡爱多美的家人，我们打不打印尼？我们会不会讲马来文？各位，这一个叫潜能啊，这一个叫商机啊，这一个叫机遇啊，人生啊没有再第二次了，这一回啊就在爱多美。印尼之后爱多美准备要开哪里啊？各位，中国，掌声吧。如果印爱多美开中国，我们开不开？你们打不打？如果有人说不打，你的下线一样打，总有一天你会乱乱打。总而言之，中国这一块塌肥肉，它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啊，我们占了天时，我们占了地利，我们更占了人和。所以在爱多美呢，聪明的人看得懂，精明的人看得准，高明的人看得远。因为你看得懂不代表你会坚持，你看得准不代表你会全力以赴。你只有成为一个高明的人，你看得远，你将会全力以赴。三年在爱多美，三年不放弃，五年必成大器。所以三年不放弃，五年成大器，一起念好不好？三年不放弃，五年成大器，三年不放弃，五年成大器。为什么我说五年呢？谢谢。为什么我说五年呢？每一个月的成功学院，爱多美马来西亚用心良苦，从老远的韩国请来了我们的非常高阶的领袖，就好比今天来的 Royal Master Mr. Lim Bong Gu，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 OK， 各位，爱多美在韩国做了一年，他才开始做爱多美。韩国的爱多美做了一年，还不到一千个人，是不是啊？各位，一年过后 Mr. Lim Bong Gu 他来的时候，他的 ID 他的编号是几号，你们还记得吗？997，还不到一千人。那么你看，从那个时候的第一年过后，他才来到爱多美，他能够在短期间，应该是五年里面，他成 Royal Master， 成为一个 Royal Master。 今天我们每个人很羡慕他，他每一个月的奖金收入 US Dollar 多少钱？ 50,000 US Dollar， close one eyes， 50,000 US Dollar， no I see。就五年罢了，就五年罢了，要不要？各位，我非常敢挑战，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我们不需要五年成为 Royal Master。 我也信，因为刚刚我讲，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可能要用八年成为 Royal Master。 如果你是一位精明的人，你可能要用七年成为 Royal Master。我是讲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一位高明的人呢，我们用三年称为 Royal Master。 因为中国要开了，因为印尼要开了，各位可以吗？各位 Boleka tidak kita orang Malaysia menjadi seorang Royal Master dalam tempo akan datang 3 tahun sahaja? Boleka tidak? Boleka tidak?真的我们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不要看扁自己，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的地位呢非常崇高的，各位，你如果不相信爱多美未来的三年，你就看吧，未来爱多美的三年，坐在这一排，从这边坐到这边，全部是马来西亚的 Royal Master。 你就在这一排，你不要再坐后面一排了，好不好？不要坐在后面一排了，好不好？设下目标，未来的三年，好不好？爱多美棒不棒？爽不爽？嗨不嗨？我都很嗨。好，为什么爱多美呢能够那么快速的成长呢？因为它有三个绝对。首先我们都知道爱多美的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Adomi， OK， 爱多美的自学，它是绝对的优良品质，它是绝对的低廉价格，而且它是绝对的无法仿效。什么叫做无法仿效？首先爱多美的文化没有办法仿效，首先爱多美的优良品质，你要看它的背后有谁，没有人可以仿效。首先你要看爱多美的这一个制度无法完全百分之百仿效，你更要看爱多美的领袖的心态你无法仿效。而未来爱多美呢将会进入全世界爱多美能够进入的国家，那这个就是爱多美的三个绝对。爱多美本身没有制造任何的产品，可是在爱多美的背后呢有两个机构正在支撑着爱多美。首先第一个呢是韩国的原子能研究院， Korean Atomic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那么这一个研究院呢有1300名的科学家，他有超过4000名的研究人员。那么这一个单位呢是属于韩国政府的单位，他就跟韩国科马 Korma Korea 联营，那么就配合了联营组成了一间在韩国上市的一间公司，这一间公司叫Korma B&H。 那我们来谈谈科马。原来科马它是做 OEM 美容跟护肤产品，如果我念几个美容护肤产品呢，化妆品，那我相信你们都有用过。但是这个科马它就专门 OEM 给这些全世界很多的名牌，有哪一些的名牌呢？我不晓得我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念他的名字，我念头你念尾了哈。有一个名牌叫西谢啊，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谢呀呀呀呀，还有一个叫 SK 啊，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 Johnson and 呀呀呀，还有一个叫 Kevin 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我念到来呢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好不好？所以呢当我一听到科马是给这些名牌代工的话呢，我放了100颗心。因为你可以看到科马的技术，科马的高级的技术配合了韩国原子能研究院，那么他们生产的一系列的产品呢就交到给爱多美。那爱多美它本身就是一个 marketing arm， 它就是一条行销通路。爱多美就通过科马 B&H 的一系列产品呢流通到全世界，通过爱多美的这一个网购的这一个平台，棒不棒啊各位？
所以他生产的这一系列产品呢，绝对无法仿效。你在任何的国家很难会遇到当地国家的这个原子能研究院，几乎是没有，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有。那也在这边呢，也谁也超越不了的绝对优良品质，谁也更低不过的绝对低廉价格，终于呢，绝对无法仿效。也因为绝对无法仿效，我们的未来，公司的未来，是不是更有保障？所以我要做爱多美，你要不要做爱多美？要。也因为有保障，我们才有未来。也因为有保障，我们才能够永续经营。也因为能够永续经营，我们的收入才能够持续下去。也因为持续的收入，我们才能够传承几代，各位，传承三代。爱多美棒不棒？掌声再次响起。爱多美它不只是要把韩国的产品流通到全世界去，而爱多美只要符合绝对的优良品质、绝对的低廉价格的产品，它能够提供到全世界消费。所以呢，爱多美原来还要真正的做到什么呢？做到全球流通枢纽中心，英文叫做 Global Sourcing, Global Distribution, 那么全球采购，然后通过爱多美的网购平台全球流通。就好比2014年爱多美开入了台湾，原来台湾有一个非常棒的产品，老人家最喜欢，我年轻人更喜欢，那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各位，精油贴布，你哪里痛你就贴哪里，好不好？你钱不够用你就贴你的钱包，好不好？ OK, 那这个精油贴布棒不棒？一盒卖多少钱啊？各位，对呀、110块马币，比例多少分啊？各位，对呀、10000分啊。后来有人拿出来了爱多美的精油贴布，你要随身带的嘞。那么爱多美来到了台湾，精油贴布这个产品不是韩国做的，哪里做的？各位，台湾做的。爱多美已经做到了就地取材，只要你的产品优良品质，只要你的价格绝对低廉价格，爱多美乐意的把你优良的产品低廉的价格通过爱多美的平台让我们流通到全世界，好不好？非常好。我在期待马来西亚有一个产品绝对的优良品质。我告诉你，有一个产品绝对优良品质，这个产品如果打中国呢，我跟你签一个保单，市场一定爆。要不要知道马来西亚的榴莲猫山王？只要你是能够符合绝对的低廉价格，那散会过后要跟董事长 OK, 我们的执行董事 Mr. Alexi 沟通一下榴莲猫山王，OK, 让我们所有的产品都通过爱多美而流通，好不好？这个就是爱多美 OK, 然后呢，爱多美的优势，其实爱多美正在打造一个让人人都可以成功的平台。有一句话说，一个普通的人如果能够在一般的传销公司能够上到最高阶，那是一个奇迹。爱多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一个普通的人在爱多美只要不放弃，未来的3年5年如果他不能够成功，那才是一个奇迹。 OK,
因为啊，谢谢，因为进入爱多美成为会员是不用钱的。在爱多美，明年你的会员期到期了，要不要更新？要不要 renewal？ 各位，不用。不过爱多美只是附带一个非常简单的条件：你的名字、你的 account， 一年里面12个月里面，你最少要买一样产品。那你会买什么产品？最便宜的什么产品？牙刷。牙刷一盒 OK， 你的会员将能够保持到明年的今天，很简单。所以呢，不管你的背景，不论你的年龄，不看你的长相，爱多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爱多美不强迫你卖产品， No hard sales。 爱多美不强迫你去 大肆的做推销。其实爱多美呢，它是让你成为会员，那么你家里缺乏什么，你就在爱多美购买什么，你也无需乱买。别的传销呢，它鼓励你乱买，你买越多公司越开心。在爱多美，你乱买，买越多你会接到公司的电话，你相信不相信？各位，其实爱多美它是正在颠覆传统的传销，爱多美它正在改写未来传销的历史，大家同意吗？各位，而今天你来出席爱多美的成功学院，今天你已经是爱多美的会员，你就是走在爱多美的前端，你就是爱多美的先锋。未来你看我们的背后还有很多的国家等待开放。各位，这个平台是不是很棒啊？各位，太棒了。最后我们来听听，我们来看看爱多美这一间公司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投入的去做，我们全力的以赴。那么首先我鼓励大家呢，在爱多美，如果你不用爱多美的产品，你肯定终身遗憾。再爱多美，你不做爱多美，你肯定遗憾终身。好，既然我们是一名经营者，我们来分析爱多美的天使在哪里。爱多美是否既有天使？如果爱多美没有天使，算了吧，我们用爱多美的产品就好了，我们成为爱多美的消费者也就可以了。爱多美有没有地利？爱多美的地利是在哪里？如果爱多美不具备这个地利呢，我们也算了吧。重点是天时有了，地利有了，唯有缺乏人和。我鼓励你，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不要做。爱多美呢，如果既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全力以赴吧。那么在这边呢，允许我用一小段的时间和大家分析什么叫天时。天时就是天机，天机就是时机，就是一个机遇。什么叫机遇？机遇在你这一辈子，机遇在你这一生，只能够出现一次，你不好让这个机遇跟你擦肩而过。而爱多美呢，它就是一个趋势。你看爱多美2009年从韩国开始，走到今天在韩国几年了？各位，8年。10个韩国人有几个是爱多美的会员？1个。几个韩国的家庭就是一个家庭是爱多美的会员？几个？7个。今天已经发生在韩国了，你知道吗？在爱多美韩国，手机都能够在爱多美购买的，你们知道吗？各位，然后你的下线如果买了，在韩国买了一台的手机，他每一个月还的电话费
不管他还多少钱，电话费都有计分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各位，这一个叫趋势。未来在韩国，一个家庭不管多少人去戏院看戏，买戏票有计分，棒不棒？各位，这一个就是趋势。各位还记得吗？手机有两种，一种手机叫做传统的手机，这种手机只能够打进，只能够打出、okay? 第二种手机就是今天我们在用的手机，它叫做智能手机，它叫做 smartphone。 那么今天传统的手机已经被淘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用的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它备有计算机的功能、拍照的功能、 SMS 的功能、 WeChat 的功能、 LINE 的功能，还有 Facebook 的功能，什么功能都有。你问问一下年轻人，这两种手机他愿意的买哪一种手机？各位， Smartphone 他一定会买智能手机。爱多美通过这个 Global Sourcing、Global Distribution， 就是全球采购的这一种方式，它流通到全世界，它的未来势不可挡。未来全世界的人口可能是十年后，可能是二十年后，你们还在，可能我拜拜了。十个人口只要有一个是爱多美的会员呢，那一天呢，你要穷都几难呢。所以呢，爱多美这一艘船，我们必须要小心行驶万年船。这个叫趋势。趋势的意思说它已经发生了，它在韩国已经发生了，而未来呢，它肯定影响全世界。未来它将会非常的流行，这个叫趋势。今天马来西亚的传销的领袖，很多其他传销的大领袖，马来西亚有很多保险事业的高级的经理，在去年他们听到爱多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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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多美，右耳进左耳出，六个月后他们开始要知道什么是爱多美。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各位，因为影响了很多的家庭，很多人都已经在谈爱多美 Atomy。 各位，这一个叫趋势。未来的六个月，马来西亚三岁的小朋友，你问他什么是爱多美，他会拿出精油贴布。各位，这一个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呢，趋势就是一个天使，我看到了这个天使。高明的人你看得远，高明的人他会看看这个地利。爱多美的地利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来问问爱多美的市场在哪里。爱多美的市场大吗？各位，爱多美的市场它不是大，它是非常大。那么产品有没有市场，我们已经知道产品的市场非常的庞大，然后做得久不久，这个才是关键。你做得久不久，你的下线做得久不久，这个是关键。关键主要呢建立在产品，产品主要建立在市场。产品不好，市场没有，每个人都做得不久。但是爱多美的产品呢，今天已经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家庭。产品如果能够感动到每一个人，这个市场不但很庞大，而且呢，我们能够做得更久。
那么当一天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拜拜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曾孙，他们都要用到的产品。所以今天爱多美的产品呢非常好用，我们每一天都在用，我们的孩子也在用，我们的孙也在用，未来我们的曾孙也在用。各位，这个叫地理，这一个叫市场。那么我们做得来吗？今天爱多美的牙膏，爱多美的牙刷容易分享吗？各位，容易分享吗？各位，爱多美的护肤产品容易分享吗？各位，如果不容易分享，让他看看你的脸孔。各位，看看 Alex On 的脸孔，帅不帅？真的吗？你不要骗老人家哦。昨天晚上我在 Chira Synergy 的中心做一个分享，有很多的领袖看到我，哎呦 Alex 你的脸啊整个容光焕发。我说真的吗？哈哈，对一个60岁的人来说呢，有这样子的肤色已经是怎么，各位，非常棒。然后他问我，哎，掌声一下，哇，这边很有心啊，你们这边没良心啊，掌声那边开始的，人家讲到半死，哎，哇，掌声要积极一点哦，哇，这边很有良心，哎，哇，我讲38，他讲36，谢谢。我把良心给你，你不要把肺给我好不好？那个叫良心狗肺啊。然后那么我就告诉他，我第一个产品我用的是爱多美的那个四件组，其中一个叫 Form， 每一天最少用3次到4次，每一天早上洗脸一次，冲凉一次，晚上冲凉一次，上床之前一次。然后呢我肯定会爱用爱多美的 eye cream， 不是 ice cream 哦，爱多美的 eye cream。 我的眼袋看到是不是比较浅的？各位，如果一天我的眼袋已经没有了，它变28岁。所以爱多美的产品我们也在用，未来孩子也在用，我们的每一代都在用。你做这个市场大不大？各位，爱多美刚刚开发泰国，你知道泰国的产品卖得不到15分钟，第一天 sold out， 有的人气到气孔出烟，sold out， 那一天我在 Bangkok， 我不会气孔出烟，我在那边呢，我很开心。我告诉这个泰国的伙伴，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快 sold out 吗？因为我们的产品被你们泰国人抢走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太棒了。啊，这边比较有良心，你们良心都没有了。对呀。所以爱多美很容易做，将来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做，我们的孙子也可以做，我们就能够永续经营。所以各位，我们能够做到复制，最终爱多美这个事业它建立了口碑相传、okay? 爱多美很简单，你只要把用过的产品的体验，用过产品的心得，你去跟其他人分享，你就把你的感受感染其他的人，还不但能够100%复制，通过口碑相传，这一个事业我们一定要拿下，我们一定要做下。最后爱多美的人和，什么叫人和呢？人和就是人与人之间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建立不好，这个事业一定是破碎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建立不好，
家庭都会分裂。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对了，爱多美，我最崇拜的是爱多美的文化。打从第一天我见爱多美马来西亚分公司的经理 Mr. Kim， 我就请教 Mr. Kim， 请你告诉我爱多美的文化。各位，爱多美的文化它建立在原则中心的文化。爱多美非常严格， You don't play play 哦。一个公司如果严格，我们才有未来，同意吗？各位，在爱多美原则中心是不准挖线，不准抢线，不准骗线，不准抢人，同意吗？各位，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守爱多美的这个原则中心，那我们将能够做到家和万事兴。新来的朋友旧朋友都好，如果爱多美有领袖，爱多美有会员，他要你用你爸爸的名字跑去他的团队，请你打个电话给公司。如果你不敢打电话给公司，打电话给你的上线。如果你没有你上线的电话，随便打给一个爱多美的中心长好不好？如果爱多美的中心长刚刚好正在抢人，你打电话给 Alex Ong 好不好？我会去拜访那个中心长，我会请那个中心长喝咖啡，我会改变那一个中心长好好的做人。因为爱多美这个事业我们追求永续经营，你们说好不好？各位 OK， 所以爱多美它的文化精神，爱多美的企业精神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一个叫做小孩自学。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企业，一般的传统的传销，他们是建立在小牛自学。听好哦，小牛自学。爱多美的文化是小孩自学。什么叫做小牛自学呢？农人他养了几头的小牛，他每一天都在喂小牛，希望小牛吃得好好，希望小牛吃得饱饱，吃得饱饱。但是农人有一个用途，他希望小牛未来成为一头母牛，成为一头奶牛，他就每一天能够挤他的奶，每一天都挤奶，奶能够拿去卖钱。因为有商业效应，有商业的用途。挤到那一只母牛，挤到母牛没有奶了，剩下最后的一滴也不放过，把它挤掉。那么母牛没有奶了，母牛断奶了，最后还有最后的一个经济效应，把母牛给杀了，然后去卖钱，母牛就拜拜了。这个叫小牛自学，因为有经济利益存在。很多的传统的小传销就是因为小牛自学。今年吧，要不要钱了？各位要小牛自学。第二年要不要 renewal？ 要小牛自学。每一个月要不要 maintenance？ 要不要保持？要小牛自学。强迫你一定要卖产品，卖越多越好，小牛自学。上线欺负下线，下线欺负螃蟹，下线骂上线，上线骂下线，上线骂螃蟹，骂公司，骂到乱七八糟，小牛自学。为什么会小牛自学？因为他的文化很脆弱。我们来看看爱多美的小孩自学。什么叫做小孩自学？妈妈把 baby 生下来的时候，
妈妈毫无条件的，她给 baby 最好的，给 baby 最好的母乳人奶，给 baby 穿着最暖，怕 baby 着凉，怕 baby 受寒，怕 baby 生病，怕 baby， 妈妈就是不断的在呵护 baby。妈妈告诉 baby， 妈妈告诉小孩，孩子啊，妈妈不要求你什么，只要你乖乖的长大，长大成人之后，做一个有用的人，你能够对自己的弟弟，对弟弟的妹妹，对家人，对家族，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妈妈高兴了。各位，我们 baby 的年代，妈妈不会告诉你 baby 啊，你长大的时候啊，你每个月要给我5000元啊，如果你做不到啊，人别现在就给你捏死啊。有这样的妈妈吗？各位，没有。爱多美的文化，小孩自学，代表着公司的这个文化，他要客户生存，他要供应商生存，他要员工生存，他要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存。这个就是爱多美的文化，他要每一个人都在爱多美的平台都能够成功，棒不棒？各位好，这一个就是小孩自学。那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领袖们、伙伴们、新朋友们，如果你问我重视爱多美的产品吗？重视爱多美的制度吗？重视公司背景吗？我告诉你，我非常的重视，但是我更加的重视爱多美的文化。有了文化，我们才能够生存；有了优良的小孩自学的文化，我们才能够永续经营，我们的收入才能够持续的更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下一代才得到永续。各位，这一个就是每一个人要的。刚刚我们的执行董事长 Mr. Alex Lee 他说，你们的经济状况好吗？请问你们的经济状况好吗？好，大多数都不好，因为好的有3-2个。所以呢，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人完成他们的理想跟目标，为了要改善我们的家人还有未来，各位，爱多美是最棒的，我们一起来发展，我们一起同心合力的把爱多美做起来，家家户户都有成功的未来。谢谢各位，我的分享到此。